好，各位观众，我们再来先来回顾一下上一个回合的比赛。Link 对，一开始哦就被饿狼啊给烧的探测机啊体无完肤啊。对，这个不侦查的一个四 B G 的一个战术哦，直接被完克哦。那这边的话，家里面刚刚那个操作也没做好。对，基本上公兵基本上追猎船的位置就传错了，基本上应该直接传矿区里面做防守。等下那公兵被烧成那样子，基本上也就无力回天了啦。前线也打不回来，对，这个前线是不可能打得下来的。好，接下来呢要来进行第三场的比赛了。第三回合比赛，由于钢铁人是推出了本季的新选手，就是他们本来在二军的伊恩哦，要对上的是菲尔 Fly 陈可伟选手。那伊恩在上个礼拜整个热身赛也有亮相啊，但打的成绩有点不太如预期。对，因为他其实是蛮被看好的一位选手。吕嘉宏选手，我今天要遇到的可是已经在实战方面呢，已经有很好战绩啊摆在前面的 Fly 陈可伟选手。好，不过现在友谊钢铁已经是听牌了。哦，比赛开戏了，比赛开始，地图是风光明亮的欧哈纳。对，我们下一幕上看到，这是五点钟方向的友谊钢铁人的烟，红色和红色的虫族。那再来来到十一点钟方向呢，荧幕上现在看到，这华裔 Spider 的 Fly 是蓝色和蓝色的虫族。所以在友谊钢铁人的星海战队的部分哦，虫族的选手又多了一个哦。对，基本上他们三个种族，因为还有一个九九嘛，吼，九九也是虫族的选手。就我所知，好像是 Wings 现在是下半回合局哦，对，就是一个虫拿来补一个神，所以原本是神多，现在变虫多。对啊，以前大妹教练陈柏春教练带的四神汤嘛，对，在星海等于星海元年哦，通通都是神族。对，现在各奔东西。对对对，够令妮子都哎，这个四神汤，对，四个神族选手号称四神汤，他自己也是神族选手。对，他自己也是。他是那个大肠的，四神汤里的肥肠。没有开玩笑的，不过现在哦啊，他手上的子弟兵他的选手种族变得很多了哦，就九九不要乱打别族的就好了，对对，自己安分一点。上次用他用什么？用神族。对啊，打的真的是。其实有些选手熟悉度有差啦，因为尤其是看有一次你可能天气打不错，但是其实那个细节和你自己的本族其实打起来是有落差的。对，好，那这边有开局不一样 ，Fly 是裸双，那燕这边是慢狗开。对，那 Fly 这边哦 ，Fly 这边很偷啊，还先瓦斯再孵化池。那这边两边王虫都即将飞到对方家中。不过这两个开局不同，一个裸双，一个慢狗开，会产生什么样的不一样吗？还是会有互克到吗？对，裸双这边其实经济会好一点点。通常我们在讲裸双，慢狗开这个开局是完克所有的快攻开局，无论六 D、七 D、八 D、九 D、十 D 都可以完克。对，甚至打速狗开也是轻松手。对，但是遇到对方裸双的话，其实这个战术就会，因为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偏经济，那裸双其实是更偏向经济一点，所以经济会来得更好。这边就来看哦。不过开局这两边也都侦察到对方了啦，那基本上燕这边也没有打算做一个进攻，所以目前看起来两边还是继续走营运哦，看什么时候要开始哦升狗数了来这边。所以可以这样说，燕的慢狗开就是为了防止对手的快攻。对，那 Fry 刚好我也没有要快攻。对，而且自己是一个偷更多。所以如果这样子两相比较的话，似乎 Fry 会在经济方面会再比这个 Ian 好一些些。对，好一些些。对，真并没有好非常非常多，但是确实是好一些些。而且 Fry 的这个开局让自己的狗速又来得更来得快速，所以当如果双方都选择爆异化虫，现在看起来应该是都会选择出一些异化虫啊。那这边的 Fry 异化虫是会比对方来得更早，具有机动性，是可以打得更主动些啊。
好，这边剩一只公兵在挖。好，放下毒爆虫巢了哦，燕这边放下了毒爆虫之后，爆了些异化虫，白这边也在爆异化虫。好，放地刺，看来是要做防守了。对，哦，大量的异化虫啊！哇，想想刷二十几只出来。对。哦，不过燕这边的建筑学做得很到位哦，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建筑学在防守上应该不是问题，应该没有问题哦。哎、欸，溜进去，溜了一些进去，要小心哦。留一两只军没关系，但是不要门口不要门户大开。啊，对方来了，对方来了。哎呦，后冲在那边挡着，然后第一次发挥一点效果。对，第一次来，这边哦，这个挖完了，来了。哇，这要讲不要门户大开啊，这个，哇，这个耶，哦，毒爆来了。哦，喝煮一下。哇，这个，没有炸到。这个异化虫的操作，这个异化虫的操作是失误，但是。这个毒爆的操作也是失误，是，对，因为居然没有炸，这刚刚那个炸掉，基本上这波就轻松手了，对，不过没关系，后来还是有炸到哦，嗯，那这边的话，哇，啊、都没有杀到工兵，都没有杀到工兵，是两边都没杀到工兵，因为异化虫进来想杀后虫啊，然后也是被逼退，哎、嗯、呦，不过现在反而是燕的。异化虫啊，反压过去了。对，要做一个反压哦。但是刚掉两只后虫哦，整个虫卵会稍微被 delay 到，delay 到不少哦。等于说有个主堡就不会有虫，没办法筑虫卵。不过这边的反压，看到 Fly 其实防守做得很好，两根地刺扎在那。对，算了，换成 Fly 做一个防守了哦。Fly 的战术就是前压做转防守。嗯。对，那燕那边是直压做法，但没收好。这个是怎样？毒爆虫跑太前面了。对，两颗门神在那边直接把你。对，要戳掉一颗。戳爆。嗯。对，那燕这边选择开三矿，爆了大量异化虫，我选择开三矿，家里面升了二本。哇，这个很赶哦，非常赶哦，这个。这样子的一个特技，他居然还敢开三矿。弗莱这边选择，两边都选择蟑螂的一攻啊，就远程一攻。那等一下应该都会选择转蟑螂。双方刚刚擦枪走火一番了，现在这个互相休养生息。对。不过一人那一波真的误打误撞算守下来了，对不对？对，那波后来是什么？其实那波主要是要伤对方的经济啊。那后来那边主要是家里面的一个异化虫好像门口被赶走了，家里面异化虫打后虫要被炸掉。嗯。哇，这个工兵补很凶啊，但是 Fly 这边感觉应该是要直接做一个 time push 了，因为他并没有升二本，那这应该是直接一波要压出来了。蟑螂配狗毒爆，哎，这个拆石头是什么想法？对对对，这个因为不可能开矿，这个感觉上就是要前压了，等一下直接来了。对，现在 Fly 也停工兵了，工兵停在35只，而至于伊恩则已经刷到56只。对，这个燕这个三矿应该要弃守了。这一波哦，选择溜狗吗？这个其实要溜也不好溜哦。那现在这边没有回救。哇，这个回救是回救。哇，这个回救这不用回救啊，留个两只毒爆回家就好了，其他全部冲啊。没错，现在蟑螂还是往前冲。对，这个完全没有必要回救的哦，这直接打。因为这一个 timing 的一个时间点，不打下对方自己就糗了。啊，这个蟑螂，哇，这个蟑螂没操作好，第一次表示只有一只，哇，形单影只啊，因为从回救，对啊，这边还是选择回救。家里面的蟑螂来得及吗？燕这边感觉上是要，哇，感觉上是要糗了。嗯，家里面没有部队哎。对，没有部队了，直接压上来。哇，打出了7只。这是由 Fly 华裔 Spider Fly 守住了这个 Stemmo 点，目前呢华裔 Spider 是1-2的落后，先休息一下，再来看第四场比赛。